大家好，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Jenny 是即将开业的南洋餐厅小厨的负责人 Jenny。那么，请 Jenny 女士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餐厅的特色吧。嗯，我们这个餐馆南洋小厨是主打就是马来西亚、东南亚的餐，然后本来是打算6月就准备开业，现在疫情期间呢就拖延到9月19号正式就是开业面对大家。然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大面包很特别的，这里边是装什么食物吗？这个面包主要是主打就是我们南洋小厨的主打菜，就是面包加利鸡，里面有一只那个鸡在里面，用咖喱土豆煮的，很有特色的。